妈，你这过生日你这挺扯的。妈，你就不管，我给你新热点绝对饭好吃。爸，我跟你说，这家四宝鱼学的。用俺孙子这句话破解进来尝一下。看咱单位吃个饭多好的，一样样的。咱给我跑这来花这钱的，挣啥钱嘛？妈，你不是，你就过生日吃你的。有女子，女子剩下给你们不管，看你给我生气不？你天天小气的，你过生日还跟女大方话都敢说，我儿一家不能接。你吃你的，女人现在挣钱你不管。妈，你不管事，姐你过生日，你就吃光管吃好喝好就得。我也扎钱着，你看你又把钱都给我，你光吃你的。妈，你就给我拿钱吧。妈，老菜都好了，我吃老菜嘛，老吃老吃，菜凉着，不快吃。菜好了，都吃。老菜老菜老菜，都吃都吃。都菜嘛，都吃。算剩下的，都吃都吃。好的，那菜。嗯，妈一个，妈一个，我再来一个，再往再加一个。老都吃嘛，再看啥？老吃老吃。姐，今朝咱妈的过生日，这不是我知道儿子，俺以为是你的过生日，傻鸟啥样子？不要管我，管完了吃饭不吃饭做啥，就是没劲的斗志。你不是俺的当然。咱我吃个饭，我妈不敢说个话，咱妈想你都能憋死。挑钱挑钱的，啥人都没年轻人，正吃饭呢。我过生日，你把我放俺你们去。我吃嘛，我吃馍，好夹肉。俺妈是白吃，掏钱吃嘛是白吃，不吃，我吃嘛都。妈给。对的，这孩子不得叫俺好好吃个饭，也过个岁，你看吃个饭，你看你爷爷难看死的。你这手嘛，带死你！你看你花就是这个给你花吃成饭。哎呀，我无赖，你家你这钱。吃对的都不结账，我不结账，咱就在这儿伺候到，咱看谁等谁呢。我也不同，你都坐着，我坐，看谁能坐最后。这咱吃对了，咱把钱一开，咱走，咱后散。急啥嘛急呢？我们才吃了四个小时，可是老快走，老快走。我，哎呀，困的。咱这才刚吃完饭，就能就歇一下嘛，缓一下这，着急啥？也吃清白了，你看油都挺直了。吃这场人家都下半场，房都坐的稀稀了，都撑住火了。着急啥？你媳妇都没法话，别急急。我敢发话，俺姐娘就引了这些些人，俺姐娘是俺姐呢，老大呢，俺姐没法话，我敢发话。哎，那你都先上坐着，我马上去厕所去。老板，今儿吃这顿饭能省多少钱？哎，姨花不了多少钱，这都100来块钱，大众消费。老板，我把账结了。哎，看这老婆要这些儿女有啥用处嘛？嗯。好嘞，别坐了，咱回。妹子，这把账结了吗？咱我当你刚把账都结过了，这得坐半天，还坐啥也坐。对了，可不着。咱妈把房子。我年穿的，我把钱都掏了，走回。妈，你掏啥钱嘛？掏，给着我这，我掏，你掏。妈，你看你又都把钱都给我，你可把钱掏了。我这女子一家啥都不闹，一家什么都叫我钱闹，老要钱，老要钱，这有什么叫的？老要掏钱，要人。看今天鱼只好吃，你今晚活，咱叫我那心情不好。咱家那吃，咱也不吃，不叫他。你说你们摆块了？要女子一下穿去，哎，我俺妈不是说是把家底都给俺交了，今日饭钱是穿的来的，得回去回乡看到底还有多少钱，他掏下去。哎，看我老婆多可怜的，看要儿女都有啥用处嘛？哎，心念都上他妈身上了。